2017年极速超跑 TKOC 的这个小型赛车公开赛又开始啊。今年的 TKOC 比较特别啊，多了一个 X30 的这个组别。为什么呢？因为 X30 的组别呢，在这一站呢在这个 TKOC 的赛事呢，将会取得世界杯的一个选手参赛权啊。所以呢，今年非常多的好手都跳上来参与这个 X30 的这个赛事。X30 的赛事除了引擎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那 X30 的引擎的特性跟这个 Max 原本 Max 引擎也不太一样啊。X30 的引擎转速高达了16000转，足足比 Max 引擎的14000转多2000转。再加上呢 ，X30 的引擎要考验车手什么，在赛道上面随时去调整化油器的一个这个供油的状况，调整好车子跑得快，调整不好可能跑不动，甚至会造成引擎在场上缩缸的一个状况。我们赶快来看一看这些好手们晋级到了这个 X30 的这个挑战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走。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许廷浩，许廷浩在台湾比赛都是开的是 Max 引擎，听说你在国外已经有开过 X30 了。对，没错。那你对 X30 的这个引擎特性呢，在赛道上面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比较考验车手的地方呢？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油针吧。就是化油器的这个调整。对，那可是你在国外已经也有一些经验哦。我主要想要请问你，对于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台湾区的这个选手权的这个资格，你自己对自己有多少的期望？50分。50分？对，50分。你是因为对手太强还是怎么样？对手太强。不会啊，我看你去年表现得相当好啊。可是赛车很多意外嘛，很难说。自己要注意啊，好，加油。谢谢。现在为各位访问到的是这个邱兴彦啊，邱兴彦呢，听说呢，对于这个之前跑这个 Max 引擎都在赛道上面不需要去调整，感到很无聊、哦。那因为他可能以前就有相当的经验在这个调整油针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从去年年底的这个全明星赛呢，看到他在 X30 的这个组别上面越跑越顺，甚至演出了一个逆转的一个这个结果，相信他对这个X30应该是蛮有心的。邱兴彦，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凭什么你可以这么臭屁，然后这么帅？因为以前我们玩台湾引擎都是要调油针的， 就像在开手排车一样。我学蔡成阳，蔡成阳教我的。蔡成阳教你？对，蔡成阳调油针也非常厉害。听说你们都是从十几岁就一起开始玩的哈。对对对。好，那这一次对于这个台湾区的这个X30的选手权，自己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许廷浩盖50分，我51分。啊？你只比许廷浩多一分而已吗？还是多一分就好了？哦，这样子是不是？还是因为这个林成汉听说有出国进修了一下是吧？是双修吧？双修。是哪一种双修？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林成汉。好，谢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去年的这个比赛哈，在这个明星赛的时候，最后一圈林成汉的表现哦，几乎全场的观众都为你疯狂哦。不过我在去年跟你相处这一年的时间之下，我也知道，这Benson林成汉的这个车子其实技师帮助相当的大哈。今年你跳上来跑这个X30，我知道X30可能在赛道在比赛的进行当中，车手还要具备有这个调整化油器的这样子的一个能耐哦。这一点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这个比较难以突破的地方？对啊，因为之前就比较少玩X30，所以就比较不会调油针。那你最近的练习对于这个油针调整的控制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吗？就会调，可是调不准，就是没有办法让引擎发挥最大的动力，这样。我跟你偷偷讲一个秘密啊，调油针的细腻度要像你控制方向盘以及油门那样细腻才行。然后应对每一个比赛的这个赛道，每一个弯它调整的方法都要有不同的这个控制模式啊。所以真的要多加练习。希望你可以在今年X30的这个选手权的这个资格上面，然后拿到好的成绩，代表我们台湾能够为国争光。好，元浩去年是跑这个125 Open 组哈，今年也跳上来这个X30。那我在去年看你跑125 Open 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了，就纯粹就是强健体魄。今年上来X30，还是这样的想法吗？其实今年现在是第一站 ，TKOC 的第一站，然后很开心能够参加。然后其实我的愿望还是跟你讲的一样，因为最主要我觉得，其实，在 Go Car 对我来说，只是让我习惯对跟车子的熟悉度。所以每一次不管是练车或是比赛，其实我都把它当成一个
练习很好的机会、嗯，而且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那个实战经验中间的追逐啊，然后跟紧盯着前车啊，或者是后方的车子在要有一些超车的动作，该怎么防守？我觉得这是能够让我增长很多经验值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知道元浩也参加相当多种类的这个赛事哈，包含你自己很热爱的这个冲浪哈。那我想要问一下元浩，在这么多的这个竞技的赛事之中啊，你觉得这个卡丁车赛的这个选手们之间的这个交流呢，跟其他比较不同层次的这个车手们之间的沟通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我觉得赛车运动跟所有的极限运动其实感觉都差不多，因为运动最主要让人都非常的愉快，然后在整个现场，不管是在卡丁车所有的现场，不管大朋友或是小朋友，大家其实都非常和乐融融的，然后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大家有同一个目的，就是都是喜欢赛车，然后借由赛车来交朋友，然后彼此在场地上切磋、嗯哼，我觉得大家一起这样长大，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们也很开心，那个台湾的赛车运动哈，能有像这样元浩这样子热情的人来一起共襄盛举来参加，我觉得我们的赛车将来是相当有希望的。希望继续努力，谢谢。那这个 D2 车队奇遇集团今年也是这个 TKOC 的赞助商之一哦。那其实我们很感动，就是说有像这个廖董这样的企业家能够来支持台湾的赛车运动啊。我们也看到廖董让他这个独生子廖洋也下来参加这个卡丁车的赛事哦。那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看到廖洋在赛道上面攻击力相当的强烈哦。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廖董，对于台湾赛车界有什么样的期许哦？因为您一直在这个赛车圈里面打转嘛哈、哦。感谢大家来参与这次的赛事。那其实台湾的车界很多年了。现在一直处在没有很正式的进步，我们看起来很明显，尤其比较中老生代的人在产生一个断层，所以我们看到房车也好，高卡也好，其实产生一个中间的断层很明显。那刚好这一两年接触到高卡，儿子长大出来接触高卡，发现终于有一个新生代，有一个地方可以培训他们，那当然我们能够支持就尽量支持他们。是，那个我们真的是很谢谢有像台湾有像廖董这样的企业家。廖雅，那刚刚跟爸爸聊了一下哈，就是说因为 D2 车队里面本来就有非常多很优秀的赛车手，这些叔叔伯伯们哈，那他们都会传承你一些什么秘密啦、技巧啦，那你会不会压力很大？还好还好，可是每个人教的应该都不一样啊。对，都不一样，可是那你怎么办？都学啊。都学，所以你是集众大师之诚，然后融会贯通、怪不得你在赛道上杀气这么强哦。那今年这个，你对今年的比赛，你自己对自己设下的目标是什么？设目标拿年度总冠军。年度总冠军，我觉得你蛮有机会的，因为之前我去年底看你的这个攻击力很强哦，杀气也很强，而且稳定度也相当的不错哈、哦。那就希望你可以加油，希望你可以加油，那为我们台湾的赛车界能够这个多争光。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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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